爱斯基尔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想跑。老铁，老铁，老铁，嗨，嗨，老铁，怎么怎么，谁也别打谁呗。你把我对，我就打你个队友。你也抓不住我，这小嘎嘎非要和我对决呢啊！这两老铁，对的吧？老铁，别打咱俩啊！我就打倒你们一个队友，何必呢啊？我看你们半天了，要打，要打你们找死了。你跟他们不是一队的吧？不是一队的，你打他们，咱俩一起，咱们一起打他们，好不好？那你下来，下来，他们三个人，你下来，他们三个人，我就他们就搁那位，对对，我的，我打他们，不打你们啊，你们搁我近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我打死你们队友，我当你们队友吧。行行，你是不搁蓝楼里呢？啊，搁蓝楼里你，黄衣服是你不？二楼，蓝楼二楼蹲着那黄衣服，啊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，我在围墙。出来，出来。那我给他打倒了，蓝楼二楼那个。不是。哪个是你呀、啊？那是我队友啊！那是我队友，你打打。我的天哪！你不早说，我说婆，别打别打咱们啊！我那啥，我打他们，他们个飞车呢呢。我知道他们三个人，我们只有两个人呢。没事没事，咱们也仨人，还有我呢。马路上哇，他，我没子弹了，咋整呢？别让他们过道啊、哦！咱们这边马路这边的别打，一伙的。哇，他在房顶，没看到他。哎呀，过来了，在房。他们攻过来了，房顶上，他在房顶上。谁在房顶上？房顶上，房顶上。哎呀呀！哎呀哎呀！妈呀！差点给我教育了。我还得把他们都教育倒啊！看我怎么教育倒他们的啊！这波小嘎嘎啊，看我教育倒他们啊！一会儿过来全让我撂了。来了。哎哎，卡住了，都得被我撂啊！哎，又倒一个，哎，又倒一个，还剩最后一个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一人灭一队，没毛病不？哎呀，都被我教育倒了。我是自玩将，
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人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